和爸爸比赛画画，看爸爸画的火柴人，你觉得咋样？不好看扣666，好看扣888。到我了，看到很多小可爱扣的666，那我来帮帮爸爸吧。我来给火柴人穿个衣服，你看看好看不？上期猜盲盒，很多小可爱都猜对了，今天再来一次试试吧。我要开始变魔术了，你也可以用马克笔试一试哟。我们来猜个盲盒吧，现在来猜我画这个是男生还是女生，男生扣一，女生扣二哟。如果你猜对了，就发几个你喜欢的开心表情吧，猜错了就发几个粉色的表情包吧，看一看和谁一样的最多吧。是男生还是女生的答案马上揭晓，你记得回答刚才的问题哟，比心哟。对了对了，这个火柴人最喜欢小动物图片了，你手机里有吗？可以分享出来给他吗？我替他谢谢你们啦。